条鱼发烧友，一分钟狂刷手抽金鱼肝。近期大 hit 嘅手机 game 钓鱼发烧友 Ace Fishing， 胜在简单，劲易上手，啲鱼又画得够细致，每个区域仲有 boss 俾你挑战，吸引到唔少钓鱼迷上报噶。不过只 game 对装备嘅要求好高，想钓啲劲鱼，下下又要五星鱼竿又剩，无非都系想引人货金抽靓嘢啫。正所谓你的手抽如何，你的日子也必如何。有玩家就发现到一个一分钟刷手抽大法，想要五星鱼竿嘅咪眨眼啦。首先你要开个 Come to Us 嘅 account， 之后第一次入 game 见到靓女教学，之后驾船就会出现，关键时刻嚟啦！一揿驾船佢就会开走，喺佢消失前一刻，揿右上角跳过再 confirm。嗱，记住时间要掌握得好好，成功嘅话就会入到菲律宾海嘅版面啦。之后按赞写评论。画面就会跳去 Google Play， 直接按 Home 掣翻翻出去，入翻只 game 就会收到5蚊现金，再按收件箱又收多5蚊现金，唔使一分钟已经够10蚊抽一次金色宝箱啦。哦，唔满意嘅，拣初始化游戏又可以重复再刷啦。不过通常都系出埋晒啲鱼线啊、鱼利之类嘅 cheap 嘢，加上呢个bug。唔知厂方几时会收货，想要五星鱼竿开局嘅话，就嗱嗱声努力啲刷啦。